娘，马伯伯说春天的时候要送我一把更好的小木枪，可春天都过去了，他怎么还没来呀？傻孩子，等马伯伯打完胜仗就会回来的。去玩吧，娘还忙着呢。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把华北变为其后方基地兵站，侵华日军汇集出动日伪军数十万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围剿。为了消灭抗日力量，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慢点，来，小心，小心了。同志，我要加入回民支队，参加回民支队，你别添乱了。我求求你了，打仗是要死人的，你知道吗？我不怕，我求求。不要拿着武器对自己人，回民支队收你了。您是马本斋？你就是马司令。我爹是穆成明，我爹牺牲的时候让我来救，就是他。等明年春天啊，马伯伯会再送你只新的。谢谢马伯伯。报司令员，国中外在陈庄被敌人包围了。
老婆，杨柳，怎么样？看来我们只有垂死一搏了，不让鬼子夹击马司令了。你赶快带你上员们赶紧转移。是，拉弦。日本帝国の軍人だろうが、軍人は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さねばならない。自国の国を裏切るのか。報告します。行ってみろ。八郎軍は発見しました。それは何の隊だ。ホイミン地帯。ホイミン地帯。師団長とお会いしてマーベンジャーの知らせを聞いた後の反応がこれほど静かだったのは初めてです。カビナ参謀長、それはおとりに過ぎない。私は遊撃隊に足元は取らせません。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でにホイミン地帯は我々の大ホイミンに足を踏み入れました。岡村将軍の奇作戦の目的は分割包囲を推し進める。そして速攻だ。すぐにルージェンさんはマーゼンバを消し去る。それは紛れもなく夢である。我々は彼らを鎮圧し、彼らは南北の中間地域まで抑圧し、一挙にこれを殲滅する。徹底的に家父を洗うんだ。しかし10万人が数千の八郎軍にそのような戦いでは天皇陛下へ顔向けができません。参謀長、私はすぐにでもマーベンジャーを捕まえたい。知ってるか、私がどれだけ奴の捕虜となった姿を見たいのかはね。彼の性格から捕虜にはなりません。死んでもいい。マーベンジャイ、奴の頭を叩き切り、標本にして机の上に置いてやる。毎日拝んで大笑いしてやる。田中、お前に一言言おう。反逆者に末路はない。お前を閉じ込め、お前に必ず見せてやる。マーベンジャイの生首をどのようにするのかはな。马司令。玉。司令员。怎么个情况？他想尽量拖延敌人回攻交河的时间，带着警卫班增援前沿阵地。老郭，老郭，老郭，本寨同志，长征时期我也受过一次重伤，我硬是挺过来了。延安把我派到惠民支队来，我想，马克思不会让我这么快就去报道的。再说我也不想离开惠民支队啊。老郭，惠民支队
不能没有你。挺住了。放心吧，本斋同志，我睡一觉就好了。还是晚期呢，我哪敢呢？你是司令，您比司令还大，叔啊！还当我是你叔啊？那当然了。本斋从小到大，身上这点本事，不都是您教的吗？叔，俺要是告诉你，为什么把那个人放了，你就不会生俺气了。为什么？那个人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奸细。奸细？嗯。你个狗娘们，我非毙了你！住手！娘们的，大队长，放了他。放了他！大队长，叔，交火的情况怎么样了？本来再有半小时就拿下来了。叔，咱们攻打泊头，还有交火，是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现在咱们任务完成了，可以与郭政委会合了。叔，走吧。放走日本奸细，暴露自己，掩护大部队撤离。这主意不错。今回打ち破ったのがマーベンジャーだとすれば、顔を挟んで攻めてきたのは誰だ。私はチェンジワンの八郎はホイミン隊だったのだろう。マーベンジャーは必ず兵力を分け困惑してくるだろう。じゃあデュージャンチャイとチャンズオファーと彼の大軍は、我々は彼らの行方を追っても見つけられなかったと。すべての失敗が我々の師団に降りかかってくるのは我慢ができない。さらに我慢できないのは、マーベンジャイとホイミン隊はここ数日、奴らの鼻息荒く至る所を攻撃し、わざと現れる。いえ、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師団長はリュウジャンツァオとチャオジーホアと彼の大軍がすでに逃げられたと。今回は我々の完璧に負けだ。しかし我々はもう間違いはできない。他方位網を形成しろ。我々は過ちを犯すことはできない。我々は奴らを抑制し、その名と中に攻め込むのだ。最後に奴らの真ん中にまとめるんだ。わかるか。わかりました。特殊だ。もちろん我々は重兵隊が守り、神風鉄道には装甲車でしっかりと守り、ホイミン地帯が中の方へ侵入した際には、今回の戦いは大早々になるだろう。そして閉幕に近づくだろう。とはいえ、師団長の机の上にはすぐに麻雀祭の頭が乗りますよ。作为一支3000人的正规部队，你行动起来不被敌人发现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我们是故意制造声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冀中军区机关转移。你行动必须要快，我们就是要暴露嘛，绝对不能停滞。大队长说的有道理，但不知道现在冀中军区机关到哪儿了。照这两天敌人追咬我们的情况来看呀，
我估计十有八九啊，已经胜利转移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等待他们的消息。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尽可能地吸引敌人的注意，给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是，可惜呀，就是后勤和机关人员的行动太慢，要不然的话，不然怎么的？啊？我问你，胳膊和腿儿哪儿重要？啊？啊？平时不闲乎，打仗嫌累赘，这种话你说得出口吗？我又没说什么。那你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后勤人员的行动太慢嘛。我跟你讲，在这点上，赵本寨差远了你。报告，司令，急电。李司令和陈政委还没顺利突围了，命令我们立刻转移，与他们会合。嗯，好。各大队长，有，集合自己的队伍，连夜向柳庄转移。是。塔尼格仓。あなた、このことはやりすぎでしょう。もし誰か知ったら。なんで？俺はやりすぎ？俺が中国を聞いたのに意味は、あたら知ったろうでしょう。天皇のため。天皇、存在。私は何とも見えないよ。中国を聞いたら、存在は。私は何と見えないよ。おろしの指導は全部だ。手は全然だ。ないの指導。老人、男、女の、なんて存在、なんて存在よ。田中さん、あなた、あなた、ここには知ったかいない。金波哥，哎，事儿呢？根生啊，哎，再给你，我不要，拿着，不要，跟我客气啥呀？哎，真是，谢谢金波哥。哎，哎，根生啊，我听说你这玩意儿射挺准呀，咋练的？跟我说说。没办法，被生活给。逼出来的，被逼出来的，啊，家里穷，在山里头只能靠打猎为生，要是射不中，就得挨饿。哎，那怎么想起当兵来了？啊，我打猎，离开家的那几天，日本鬼子烧了房子。我爷爷奶奶也被杀了，我想报仇，可他们人太多了，所以我就金波哥，说什么呢你？ちょっと見て、これ見て、no、見て、これは、これ、見て、それ。天柱先生。你为什么参加反战同盟？そのこと、あくびです。その、そのせいじゃ、
大勢の指導は死んだらしたら。せっかそう、おさ、おたちだ。おちだ、ここら一帯よ。他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老百姓是无辜的。现在已经不是一场战争了，而是屠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更多的老百姓被无辜杀掉。你以后有什么打算？ない。おこいです。私。私。ここには帰ってる。おばさん。見た。他说他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小黑，到。嗯。司令员，ありがとう。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小黑，走。带田中先生去休息。走。田中さん，どうぞ。ありがとう。你想干什么？啊，先生，我的儿子，これは自分にはずっと言ったら、あなたたちはすぐ帰ってるよ。日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100,000人，他让我们赶紧撤离。是的，すぐ帰ってよ，すぐ帰ってよ。把家放下，带田中先生去休息。お願いします。司令员，你真的相信他吗？千住湾でマーベンジャイ決戦は思っても思いがつかなかった。私はこっちに来た目的はただマーベンジャイとホイミン地帯が来たことがあるかどうか知るだけだ。今まで彼らの移動場所を見つけ出せ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が、北西南には彼らの痕跡ありません。それはいい兆候だ。マーベンジャイは自分の作戦通りに動いていると説明できるだろう。奴らは慌てているのだよ。我らが必要なのは速やかに包囲網を形成し徐々に進めればよい。马司令，现在各据点都增兵了，兵力住不下就隐蔽在附近的村庄里。还有东南边运河那边也有情况，有好几艘日盟汽艇在巡逻，连镇那边每天都架着浮桥，就连城庄也遭到日军的扫荡。幸好我们先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目前我就打听到这些消息。我知道了，小黑，到。带老张同志吃些东西。是。马司令，卖庄求活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能证明我是爱国的。老张，马本斋为你证明。嗯。
现在看来，河间县县、蕉河府城，包括东光，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就是桑园、德州、景县的东南方向，没有发现大股敌人。叔，事情比想象的更加严重。 私とマーベンジャーの戦いも終わりに近づいた。我らのこの数年の戦いを考えると、あるのは屈辱だけだ。しかし、岡村将軍の周到な作戦に感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も迷いをしようじゃないか。 さあ、軍人としてやはりあいつに敬服する。さらに敬服するのは奴の母親だ。奴には武士の精神がある。もし全ての品人が奴のようであれば、 恐ろしいことだ。それはマージェンザイの母親ですか。そうだ。農村の女が息子のために7日間も絶食するとは本当に考えられない。それは大変立派な女です。息子のために自分の命を捨てるとは私も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ああ、勝利目前に控えて私は この一杯の酒を捧げよう。我々の勝利に、ボイ族の宿女に、グアンに捧げよう。应该说，我们低估了敌人的这次行动规模。以前敌人扫荡，都是分进合击，而这次呢，敌人隐藏在据点附近的村庄里，兵力之多。 分布之广，行动之诡秘，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嘿，司令员，敌人哪次不是像疯狗一样想一口吃掉我们呀？可我们哪次不是照样？这次，与以往不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稍有不慎。 就会全军覆没。目前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应该马上突围。对，那就强行突围，冲出去。对，冲出去。问题是，什么时间冲？怎么冲？向什么方向冲？大哥。 三姑老爷，不就在刘庄吗？可我怕进去，我出不来。我，你脸上贴标签呢？啊？那你不说，那谁能知道？那想拿赏银，那就得玩命。去去。 马便斋，马便斋，お前はどこにいるんだ？站住！站住！站住！我要进村，找我三姑老爷。你三姑老爷是刘庄人吗？是，他家就住在村南头。进村可以，但在我们离开前不准离开村子。为什么呀？子许禁，不许出。那干脆不进去。 教官，老弟，政委，慢点，慢点，政委，慢点。这是杨庄，我们应该。司令员，郭政委来了。哟，政委，政委，来，快快，坐下。你怎么来了？我一个人，屋里闷得慌，我来看看大家。哼。 司令员，啊，让我说就不用讨论了，怎么打你和政委决定就完了，反正我们现在被困住了。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怎么打，其结果完全不同。敌人是我们的好几倍，武器装备也优于我们。嗯，怎么打也是一场硬仗。目前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强行突围。情报不是说东南方向没有大股敌人吗？那我们就快速向景县方向开进不就完了吗？嗨，照我看呢，咱们就向京浦铁路方向突围。你们看，西、北、南三个地方都有日军的重兵把守，唯有东边有很大的一个空隙。为什么？司令员，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的圈套？是。景县一带地处平原，树木也少，一马平川，我们要想进入景县向东南撤离，势必要进入这个三角地带。一支3000人的队伍围困在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旷野上，其结果会是怎样呢？可是政委，我们总不能从敌人重点设防的西边突围吧？就是要从西边突围，冲过阜城公路，那不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太冒险了。也许冈村宁次和山本他们就是这样想的。照这么看，咱们应该往哪儿去？司令员、政委，你们心里都有数了。同志们，阜城西南10公里处，这儿有一个茂密的森林，便于隐藏。这个地方也叫野猪林，听说当年林冲发配，路过这儿。是季庄和高庄一带。对。千青蛙，政委，你的意见呢？我完全同意本斋同志的意见。嗯，我说的是真心话，长官，这真是我三姑老爷家。废话，周围很多认识我。废话，怎么回事？这个人我观察他半天了，鬼鬼祟祟的，一直在村口晃的，一看就不像好人。长官，我是来看我三姑老爷的，长官，真的。看你三姑老爷，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期，该走的人都走了，谁能跟你证明？再说了，有提着俩拳头走亲戚的吗？你骂谁呢？我带走。走，长官，我冤枉。老实点，走。这，把他给我看好了。金浦，哎，司令员。部队马上要向东北方向千青蛙转移了，我给你一个骑兵排，向东南方向。哦，你是要给敌人摆个迷魂阵？行。但是要切记，不要与敌人正面冲突，让他们意识到咱们要从东南方向突围就可以了。在明天子时之前，务必回到千青蛙会合。是，司令员。报告。司令员，刚才在前院，有两个哨兵发现一个可疑人物，鬼头鬼脑的，还一口一个长官。人呢？我已经派哨兵把他看住了。小黑。我，这合适吗？快去。是。金破，把这个老家伙带上，说不定会派上用场。这，明白了，我去准备。嗯。
你发现吗？绝对没有。这样，你再带五六个人，紧追他一顿，然后把他放了，千万不要引起他的怀疑。注意安全。是。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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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好了，我们回去吧。大哥，大哥，大哥，不动！我不怕了，要不我跟你们回去嫖娼吧。什么他妈不要杀你？就你下那个什么？怎么是你呢？我可不想再回去了。怪事儿，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挂起红灯笼了呢？参謀長、確かにマーベンジャイの癖で提灯の火を消した後、戦闘開始になる。彼らはわざと我々の注意を引き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は。命令だ。主力部隊は待機せよ。騎兵連隊は日が昇る前に必ず第一編隊の後ろにつけ、第一連隊は戦闘準備せよ。この機会を逃してはいけません。我々の手段はマージェンチャイのホイミン自体を追撃するのです。参謀長、困り果て窮地に落ちた奴らは何をしでかすかわからない。ましてや我々の相手はマーベンジャイだ。我々の力は奴らより強大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鉄壁の包囲をするのだ。目的は我々の各部隊の間のどのような隙間もなくすことだ。だから一歩一歩着実に進めろ。何も見逃すな。師団長。わかった。師団長と呼ぶのなら命令を執行しろ。はい。厨师，你给。いい戦略だが、私が何度も師団長に申し上げても全く聞き入れてもらえない。参謀長、私は後ろで陰口を叩かれるのが嫌いなんだよ。師団長に報告いたします。これまで師団長に申し上げてきましたがお聞きになりません。それで部隊が壊滅しました。目標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この世では天皇陛下にお目にかか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現在我々は優勢です。どんな状況であろうとも我々は必ず攻撃すべきです。あのシナ人の奴らが必要な時に打倒するのです。殺し尽くせばいいのです。参謀長、私の前でマーベンジャーを持ち出すな。私のすることに君はまだ教育が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有什么千顷的森林啊？这个地方隐藏小股部队还可以，像我们这样三千人的大队伍根本不可能。司令员，咱们向别的地方转移吧。现在转移恐怕来不及了，看来我们也只有打扰老百姓了。小黑，到。通知一大队，还有政治部进入冀庄，司令部、二大队和三大队进入高庄。是。这我，你来，去照顾别的战士吧。可是咱们消炎药已经没了。我知道，这儿有我呢，听话。气色比前两天好多了，杨柳，我有些对不住你。我们才结婚一个月，天天不是新军就是打仗的，枪林弹雨的，没让你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我想，等抗日胜利了，天天让你过好日子。我去给你拿药。杨柳，不用再给我用药了，我的伤我自己清楚，战士们比我更需要消炎药。这是一片洼地，还有树林，是大张伏击的好地方。就这儿了。可是，这已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这附近公路就是敌人的口袋底儿。什么口袋底儿啊？它就是块铁板，咱也得把它捅出个大窟窿来。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给围住了，一定要想办法撕破它。可是司令员，咱们的目标太大了。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嗨，来了，好了，哎，老班长，今天吃什么呀？老三样，过来帮忙。长大了我也要当八路军。和州打仗，只有咱回民支队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等冲突包围圈，我一定美美的睡上几天，好好的吃一顿。能顺利的冲出去，我拼着命的给弟兄们搞几只羊，吃羊肉，喝羊汤。哎，倪队长，我跟你说啊，老班长啊。把胜利后的菜谱都给定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对对对对，别说了，就说口水了。哎，老班长，过两天来点河北梆子，咱过过瘾。这两天不行，等突围成功啊，我好好的唱给你听。小黑，小黑，你站住！你怎么了？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说话呀！你说，我送给你的红薯，你怎么能随便送给政委呢？就因为这个？啊！你严肃点。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条件很艰苦，政委需要吃点好东西来补身体，所以我就把红薯给他了。
再给你一个。听着啊，只准自己吃。赶走了日本鬼子，我给你煮一辈子红薯。真的？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司令员，让我来。哎，司令员，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东撤呢？哼，咱们东撤，可以暂缓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的包围圈会越来越紧，越来越近，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三千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们来看，我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就好比是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要在不被敌人发现的前提下，靠近敌人包围圈的底线。可是，我们的人员兵力、武器装备和敌人的悬殊太大了。因此我们要避其锋芒，寻找机会，拼死冲出重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隐蔽好自己。隐蔽？嘿，怎么隐蔽啊？啊，季庄和高庄这么小的村子，敌人采用的又是竖篦子的战术，村子小就隐藏不了三千人吗？你是想和日本人打心理战？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有诸葛亮、空城计的意思？哎，怎么样了？都来了四五次了。啊，那快去吧，快去吧。柳同志，哎，老班长，可找着你了。你这是什么呀？鸡汤。鸡汤给郭政委啊补补肾子，哪来的鸡呀？放心吧，三班的王刚啊是高庄人，这是他们家的小鸡，没有违反群众纪律。好好好，老班长，哎，替我和郭政委谢谢他。好。明天还有风，而且还不小。司令员，没想到你还懂气象。哼，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讲武堂学习过，也算略知一二吧。哼，司令员，为什么每次打仗之前你总看这块红纱巾啊？我娘生我的时候是在早晨，当时彩霞满天。后来我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娘说这是鸿运当头，所以留给我一块红丝巾，也算留个念想吧。小黑。司令，相信运气吧。我，司令员，正好我。啊，司令员，有事吗？我得和你汇报一下。说。刚才我们巡诊发现二十多个战士都在拉肚子，还有郭政委的状况也很不好。郭政委，那赶紧给他吃药啊！黄连素和消炎药都没有了。这里距阜城县城最近，那里有药，我陪你们去吧。司令员，
我去一趟吧。你？你想，女同志化妆成老百姓，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那还是让我去吧。让我再考虑考虑。县城搞药品，你都知道了。本斋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了，我同意。大敌当前，应当勇挑重担，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到胆大心细。我知道。我等你回来。报告。司令员，吃点东西吧。嗯。您一天没吃了。司令员。钟队长，哎，司令员，嗯，哥，叫来啥事儿啊？哟，请我吃面，多吃点。嗯，哥，啥事儿啊？金婆，咱爹、咱哥，还有咱娘，都为了打鬼子牺牲了。哥，你别说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你今儿这是咋了？金婆，哥不是冷血，更不想把自己的亲人往死里推，但是为了打鬼子，我们必须要冲锋在前。哥，你这到底是咋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让你为难？咱可是亲哥俩，有啥事儿你就尽管吩咐。秦婆，目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很有可能是那个红灯笼起了作用，但是敌人没有对我们放松警惕。我想组织一支光荣队，在战斗打响之后主力向西冲，而这支光荣队向东打。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先把敌人引开，然后再从后面攻击他们。嗯，你来看。不能让金坡去。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在外面全听见了。我去，是吧？事儿是这样的，有我在，还轮不到你。你这打仗又不是论辈分。再是说，真打起来，你也未必有我厉害。小子，你只能说未必。哥，你给评评这脸，哪有他这样的？说，本斋，这个任务不能交给晋坡，让我带领光荣队吧。光荣是啥呀？就是牺牲。你爹、你娘、你大哥都为了抗日牺牲了。现在就剩你们哥俩了，论辈分我是你们叔叔，这个任务也应该交给我。叔，哎不，哎叔，哎呦，您说，这打仗又不是论辈分。再者说了，司令员已经做决定了，您就别和我争了。您不知道这军令如山倒啊，您这岁数这么大了，这岁数不饶人呐。岁数大怎么了？金坡带队也行，但必须带上我。叔，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完不成任务，我们爷俩提头来见你。哥。咱姓马的没一个孬种，我保证完成任务。走，选队员去。叔。
私はなぜ同じミスをし、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すのだろう。我々は隊長の真面目さがあれば何でもできると考えます。違う。私に欠けているのは真面目になることか。亀田参謀長、私をあやすのはやめろ。私は自分で反省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はい。彼らはジージュワン一帯に逃げたのでは。ジージュワンガオジャー領域には私はかつて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お前は二つの玉では大勢を殺せやしないと言った。彼らはここに拠点を置きたいが絶対不可能に近い。マーベンジャーはバカではない。絶対に現れはしないだろう。奴らは包囲網を逃げたのでは。参謀長、それは絶対に不可能だ。下腹平原で我々に囲まれているのだ。逃れられるはずがない。マーベンジャーは必ず下腹にいるはずだ。マーベンジャイは必ず我々の知らないところに潜んでいる。いずれにせよ数千人の部隊だ。よし、こうなったからには各次第に全力で前進させよ。速やかに包囲を狭めろ。マーベンジャイを探し出すんだ。必ずマーベンジャイを見つけ出せ。中队长。行，别再跟我说了啊！跟你说多少遍了，光荣队只要100人，多一个不要。中队长，你为啥不要我呀？我作战不勇敢，怕死不合格吗？哎，你这说的是啥话呀？啊，你要讲合格，咱回民支队哪个不合格？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不想听这个。中队长，我是你的兵，我只想知道你为啥不要我。是我的兵，就得服从命令，哪那么多废话？我不服气。不服气可以，但得服从命令。我找马司令去。站住！跟上，你年纪还轻，这种打仗啊，你还没有经验。以后有你的仗打啊！喂，过去，过来。おい貴様、来い。おい、何やってこっち来い。おい行け。おいこっち来い。おい貴様、来い。おい貴様。哎，小慧，你这干嘛呢？嘎子，我要生了，我要回娘家。哦，大丈夫，子供は生まれたそう。行け。你看你挺这么大个肚子。太君谢谢啊。爷什么快。哎，我来的。老郭。本宅同志。嗯。这次突围的重担就由你一个人挑着了。老郭。你放心吧。如果天塌下来，回民支队的兄弟们会一起扛。老郭，同志们，我以党委书记的身份最后再说一句话，回民支队自成立以来，大小战斗数百次了，这一次是最惨烈、最激烈的。在目前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回民支队的全体党员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念。重逢在前，也就是说，大家
我们要将百分之百的听从马本在司令员的指挥，只有这样，突出重围，才是有希望的。 司令员，我认为今天夜里突围是最佳的时机。半夜的时候，是敌人最松懈的时候。要想知道这个时候刮风不刮风啊？俺们这儿有句老俗话：天变色，土变菜，十有八九风要来。俺知道了，谢谢老村长。不客气，不客气。<笑> 您先忙着，我先走了啊！哎，同志们，第一时间转移百姓，黎明出击。
司令员，发现敌人向高金庄开来。有多少人？从头看不到尾，但先遣部队已经来了。報告、前は安全です。行け。支队的勇士们，有！你们跟着我马本寨，大大小小打了几百仗，从来没有输过。毛主席给我们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我们无愧于这个称号。可这次与以往不同。敌人有十万大军包围了我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咱们回回不喝酒，本寨就以这碗羊汤敬勇士们。别哭啊，三师爷不哭，哭不吉利啊，他不哭啊，他不哭。小一時間でどうして三千人の部隊が一瞬で消え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本当に核を逃れてしまったのか、この畜生。隊長、我々は見落としていたのでは。
見落とす。三千人の部隊を率いて見落とすのか。我々は十万の大大軍だぞ。至る所に罠を張り、あれほど心血を注いで情報を漏らして動いているのに、どうやって切れるというのだ。お前たちの目は節穴か。赤上心を発見しました。これは堀道隊のものです。これはマーベンジェが作り出したものだ。ガオジワンルーに注意しろ。天皇陛下の兵士たちよ、お前たち準備はできたか。はい。出発。あっ、気をつけろ。セロ、セロ、気をつけろ。セロ、どうだ。会長。
不会有事，明兰，明兰，明兰，皇叔。
着，反正我没违反军纪。赶走日本鬼子，我给你煮一辈子红薯。真的？米兰，你不会有事。米兰，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米兰，你不会有事。米兰，米兰。太凶残，杀我百姓，侵略我河山，人民正在受苦难，奋勇杀敌，我冲向前，我今已死无遗憾，盼解放，还我河山。真的，風が強い強い。神谷参謀長、はい、どういうことだ。風が強すぎて見えません。構うな、次前進するんだ。起風了，不要恋战，杀出去。同志们，我们虽然胜利突围了，可还有88个战士留在了千秋洼。咱们回回有句话：土里来，土里去。我马本斋不能让自己的战友横尸荒野。我一定要将他们入土为安。阿訇，本斋，我必须去呀，我要送孩子们一程。一大队跟我回千秋洼，二大队、三大队原地待命。是，四人。还是让我去吧。不，我马本斋去。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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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比斯米拉希拉拉哈玛尼拉拉哈米阿萨利亚麦托里拉沃托尼阿塞尔代托里舍尔比尤摩凯努库门泰祖哈亚托比埃尔巴哈库姆拉阿里昆托姆埃布托伦昆托姆伊布努拉埃尔嘴埃布托伦阿里亚托林托雷给菲白根耶廷萨利亚米苏巴哈奈兰比凯，兰比了儿在第二马耶随父呢。我塞俩木那二来了木尔塞里呢。我老哈们多林俩，嘿兰比了二来米呢。兄弟们，
们的心不会白流，你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鬼民之队的兄弟们，抗日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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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乡亲们呐，88个孩子为了咱老百姓，他们没了，咱们兴着大礼送孩子们上路吧。すべて精霊部隊に変えたのだ。そして保衛民部隊わずか3000人、主力部隊はガオジャンを通過するとき、なぜ保衛民部隊が足元にいるのか、なぜ見つけられなかったのか。すぐ足元に保衛民死体がいただろう。岡村将軍はなぜこの作戦を助口と呼ぶのか、お前たち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のか。隊長、地山の村に隠れているとは。バカ、マーベンジャイが倒したのはお前たちは知らない。そして本民たちがすでに数百人死んだと言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お前らは、奴らは死んで蘇り発進しちゃったというのか。報告、新しい墓を見つけました。それがマーベンジャイだ、本当のマーベンジャイだ。大将、兵を連れて墓を掘り起こします。バカ、本当の相手というのは尊敬に値する、たとえ自分的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大和の兵よ、我らの敵に対し敬礼。